可以了，到时候他们就可以提供他选择吧。因为我们对客户来讲，你用什么？哦，这没退出。OK 吧？可以了。那这边中文、英文都有，没有其他语言也有。然后他说他扣你多少钱，你看里面还有多少钱。看不清，如果是信用卡呢，他不会说你还有多少钱。